居家防疫继续无聊，我还教你微距穿越效果如何拍摄。没有器材没有关系，你只要准备一条线，只要线就可以了。再来就是伸缩型自拍棒，能伸缩的自拍棒。好，最后你只要准备万用夹，任何东西都能夹，夹在自拍棒。我还教你如何拍越穿越的效果，任何洞都能穿越，穿越移动，我还教你如何拍摄。在家任何商品都能穿，只要有洞就能穿越，你会了吗？